有在练吗？因为瑜伽那么体力啊。我有在有氧做有氧，就是踩交叉训练机，因为我以前膝盖受过伤，我不能跑步，我以前车祸，自己骑车，然后车祸，所以我以前很喜欢打篮球，很喜欢打桌球，都没有办法再做这些运动了，我只能做有氧，或者是。是就我左膝是左边大腿骨碎掉，然后左膝碎成四块，所以都定起来，对，然后后来把钢筋拆掉，然后复健了9个月，所以现在我其实很喜欢打篮球，然后所以现在都不能打，然后但我运动的话我就是做有氧。交叉训练机那种对膝盖膝关节不会有伤，但是又可以训练到膝盖旁边的肌肉。因为乐手你要站在台上蛮长一段时间。是，但还好我是 keyboard， 有时候坐的，有时候站，有时候坐着站。